呀，哥，逛商场呢。逛什么商场？那个，能麻烦您个事儿吧，哥。什么事儿？我吹个气球行不？哦，怎么的？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，您可以吹一个不？吹一个呗。哎，哥就讲究，我给他找十几个人了，都说有事儿，都说忙。什么意思？就吹个气球的事儿。你说啊，整了半天，整了，哎呀，好了，哎，回来了，金哥，谢谢。啊，这来了一大哥。大哥，您是在逛奥特莱斯是吧？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帮我吹一个气球行不行？咱都大老爷们儿，东北的，就吹一个气球，大哥也不费事儿。你看，就一会儿功夫，大哥，我求大哥，我这给我求你了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现在陪女友逛街吗？我们现在就有个活动，你可以帮我们。这位大哥一看忠厚老实，应该容易被说。我可以帮你完成。你，哎呀、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吹气球，一人两个。Yeah. No problem. Ready? Go. Go. 我是这个。Go go go! Fighting! Fighting! Yeah.好，你哥，你也吹啊，你一起。我也拿出那根针，把女的吹的那个气球扎破。你再能再吹大一点吗？能爆吗？不会爆，不会爆。这几个。开个玩笑。Good。小虎，这样，我们再次降低难度，你再找最后一个人，最后一个人把气球吹起来就行。